那今天呢，我们在这里呢，刚刚是有一些这个语言上的交流，现在我们要动一动，强身健体，加深感情。今天有哪些特别活动呢？首先第一个就是蹦床接水球。这个活动呢很简单，每队会有一个人是进攻方，利用蹦床的弹力去干扰防守方的平衡，而防守方呢会有1分钟的时间接住自己的两个队友扔过来的水球，那么最后根据水的重量从多到少分别击3分、2分。好，那第一轮的进攻方是凯凯，防守方是小童，负责丢球的是闫妮和杨迪。这个安排关晓彤震撼了。我发现在哪个节目都把我当那个男的来使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玩一块。不是你接，而且这男的还是不是那种普通的男的，这男的容易急眼。啊？我站不稳，我腿脚不利了，站不稳，我只能这个样了，因为你太高了，因为腿长，来吧。哇，随便挡啊！这个画风不太一样了，1分钟计时开始。一上来是这么猛的吗？眼睛看不清了。不，我后悔了。你接吧。哎呀，还打了几个？你接吧。他又去捡去了。还能用脚踢？打几个打急眼了？哎呀！别！小童。哎呀！你给他点吧。在地上捡一些剩的。哎，对，哎，可以，这招好。捡！小童捡！哎呦！就接了个大的，停了！哎呀！一个！哎呀！一个大的，一个！杨迪绝对是卧底，绝对是故意的。迪哥，你干嘛呢？我不来。10、9、8。这两个好漂亮！千万不要摔倒！不要了！再来一个，端不住！好，停！我只要保住这个。哇，好多！哎，他怎么有这么多？他很厉害。行，小童，你有几个砸脑袋的那个素材就够了。以为没有成绩一般，结果多。有点厉害啊。哦，4.3。哇，好厉害啊！这个成绩怎么做到的？太厉害了，真的假的？可以。不忍心哦。人家跪那儿接了，我好意思哟。哇。下面进攻方是安宇，防守方是程程，负责丢球的是小东老师和雪琪。来，雪琪，来。进攻！你拿牌儿，换角色了。换攻守方了，好，别急，不着急，来准备，1分钟，计时开始。哦好，这个接得好。
全没了，全没了，全没了，全没了。你不能扒拉他，安宇。哦。你只能蹦床，对，但是你可以在前面挡他，对。但是你手不能扒拉他。哎呦哎呦，喂，哎呦哎呦，摔倒了，但是盆没翻。小心小心小心。好棒啊，这个！哇哇哇！这边这边，哇！哦！哦哟，厉害！天哪，我感觉身上的水比盆里的水多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我们这二位呀，真的是不要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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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就要这女儿的。这个游戏到最后都会吞到一个统一的台词，我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妈妈，你的女儿和儿子都有点太过争气。可怜的庄稼人。我的儿子和女儿，站起来，我的儿子和女儿。重点是他面对不知道面壁做错了什么。真的真的，来，我们来看看这有多重，还是小童的多哦，真的小童的多，因为其实发现没有，小童的那个几乎没有撒，拿不动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，累不累？这个好累啊，还行哈，哎呦，1.8千克，1.8的话，哎，我得上去了，宣布冠军，冠军是林家，咱们是多少？4.多，我们庄家就是脑子好，对。